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. Di jin na wei bhagava arahant 正字觉知。尊敬的大长老、各位尊者、尼师、贤友们，晚上好。今天我们想来讲一讲培育一切善。善巴利语叫 kusala。那什么是善呢？善是指一种思，一种业。这种思，也就是一种心理的作用，它在道德上是不应当受到谴责的，而且它能够带来好的结果。善能够出离不善，能够出离恶法，也就是能够超越不好的心理。在五种出离当中，有一种出离叫做一切善法 sabbagusala dhamma，一切的善法都是一种出离。由于善法能够超越不良的心理作用，不良的情绪，所以善法也可以说是一种出离。所以我们可以把善法理解成，一种正面的心理和行为，一种积极的，一种向好的、向善方面发展的心理以及行为。那什么是善呢？应该怎么样来培育善呢？讲到善，由于它必须得要由心理层面去培养的，也就是佛陀在法句第一首偈颂里面讲到的“诸法亦先导”就一切的法，它都是以意，就是以心为前行为先导的，所以培养正面的心理，培养良善的心理，它能够带动语言和行为。那对于善，我们在这里呢，是侧重在精神层面、心理层面来讲的善因为呢，有的这种正面的心理，这种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正面作用，那对于语言和行为都已经包括在内了。要怎么样来培育善，或者说具足善呢？Kusala sa upasampada 呢？我们生而为人，应该寻求信仰，应该树立信仰，应该拥有信仰，应该坚定信仰。对于有信心的人来说，有信仰的人来说，他就超越了没有信仰的人，他也超越了自己还没有信仰的状态。因为信仰是一种精神财富，我们宁可被人说是没有钱，都不要被人说是没有信仰的人。因为没有信仰，等于说你这个人是精神财富的穷鬼，是贫乏者，你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迷路人。所以我们要寻求信仰，要拥有信仰，拥有信仰了之后，我们就是拥有这种精神财富连佛陀都把信仰比成财富。我们要培养恭敬，用恭敬来去超越轻慢，来超越轻视蔑视这种不良的心理。我们要培养恭敬心，用恭敬心来超越自己还没有恭敬心、没有培养起恭敬心的状态，同时也要超越没有恭敬心的人。
我们要培养谦卑、谦逊。我们培养谦卑这种素质，来去克服自己很没有谦卑自己的傲慢和傲慢的人。别人傲慢，我们自己不傲慢；别人傲慢，我们自己很谦卑，自己很谦逊。要用这样培养这样的善法，来去超越自己的傲慢，跟超越战胜他人的傲慢。我们要培养德行，要用德行去克服自己没有德行和超越没有德行的状态。同时我们也要在没有德行、没有品德的人群中，我们要培养德行，这样来去战胜没有德行的人。我们应该培养知足，用知足来去克服自己不知足的状态以及不知足的人。因为不知足会给自己带来贪欲，会给自己带来痛苦，所以我们要培养知足。我们应该培养少欲，通过培养少欲而超越自己大欲、多欲、恶欲，那贪得无厌。同时我们也应该培养少欲之德，去战胜那些贪得无厌、那些贪婪的人。我们应该培养感恩，用培养感恩这种素质、这种品德，来去超越自己没有感恩心的状态。同时我们也用感恩心来去战胜、去克服、去超越那些没有感恩心甚至忘恩负义的人。我们应该培养忍耐，要用忍耐去克服自己的冲动，也用忍耐去克服那些冲动的人，用自己的忍耐去克服自己不要说出冲动的话，不要做出冲动的事情，同时也要克服那些冲动的、战胜冲动的人。我们要培养慈爱，要用慈爱去克服自己很没有慈心的状态，要用慈爱去战胜那些没有慈心、没有爱心的人。我们要培养宽容，要用宽容去超越自己狭隘的心，也要用宽容、宽恕去战胜那些心胸狭隘的人。我们要培养包容，要培养宽恕，用宽容、宽恕来超越自己，跟超越那些没有宽容心、没有包容心的人。我们也需要培养同情心，用同情心去克服自己的残忍，也用同情心、悲悯心去战胜那些没有同情心的人，那些残忍残酷的人。我们要培养随喜、随喜的心，用随喜的心来去战胜自己的妒忌，同时用随喜对他人所做的善事或者他人所获得的成就我们心生欢喜，来去超越、来去战胜那些
爱妒忌的人，那些爱吃醋的人，我们要培养正念，要用正念来去克服思念，克服心没有正念的人，同时我们也要培养正念而来克服自己的这样那样的过失。我们要培养快乐，用快乐来超越自己的忧郁，同时我们在不快乐的人群中要做个快乐的人，要做到一个有幸福感的人，那不只是拥有钱财的人，幸福感其实比拥有钱财拥有物质上的财富更重要。我们需要培养内心的平静，用内心的平静来克服自己内心的浮躁，也在现在很多内心浮躁的人当中，我们要拥有一颗平静的心。我们要培养定力，要拥有禅定，要通过定力，通过专注力来克服自己的散乱，以及在散乱的人群当中，我们要培养，要拥有定力。我们需要培养智慧，要拥有智慧，要积极的培养智慧。通过智慧，我们克服愚痴，在愚痴的人当中，在无知的人当中，在无明的人当中，我们要拥有智慧。我们要培养精进，通过培养精进，通过勤奋去战胜自己的懒惰懈怠，同时在懒惰懈怠的人当中，我们要培养精进。我们要致力于解脱，解脱烦恼，不要再做烦恼的奴隶，不要再做恶法，不要再做恶不善法的奴隶。通过解脱，我们能够超越自己，超越生命，超越世间，这才是最上的胜利。如果我们能够培养这些善法，我们就能够克服恶法。通过培养，通过具足，通过拥有这些善法，我们能够不断地净化自己的心灵，通过净化自己的心灵而达到至上的超越，即超越世间，即出世间，即解脱一切烦恼。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，精进的、勤勉的培养一切的善法，具足一切的善法，这就是佛陀讲到的萨巴巴巴萨阿嘎拉南。萨巴巴巴萨是对于一切的恶，阿嘎拉南不要去做。古萨拉萨乌巴三巴达，乌巴三巴达是具足，古萨拉萨是善的，萨吉达巴利尤达巴南，巴利尤达巴南是净化、清净，萨吉达是自己的心，埃当布塔那萨什南，埃当这个布塔那是一切诸佛的。洒洒能是教导教诲，所以我们能够做到培养善法，拥有善法，具足善法，我们就能够做到佛陀所讲到的不做诸恶，具足以善，净化自心，此诸佛教。洒陀洒陀洒陀